西汉末年，很多地方粮食欠收，饥荒严重，流寇猖獗，民不聊生，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一伙强盗突然占据了一丘山，开始四处抢掠。刚才看你读书认真，就自己先吃了。哦，那我吃喽。哦，饱了。弟弟，我去砍柴了，你在家一定要好好读书啊。哥哥。哥，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弟弟，我回来了。哥哥，你回来了。哥哥，你快吃。你吃吧。不，你吃吧。强盗来了！弟弟，有强盗，我们快躲起来！快！我问你，你们家有粮食没有啊？没有。嗯，哼，你敢说没有？没有我就把你给吃了。嗯，
你弟弟被强盗捉去了。你看到了，是真的吗？是啊，那些强盗可是吃人不眨眼。吃人？强盗的善行感动了当朝皇帝，并昭示于天下，让全国百姓效仿学习。